大家晚上好，比巴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，洒脱。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。请大家轻轻、柔柔地闭上眼睛，眼睛微张，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，睫毛也轻轻地向出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珠，摸着眼皮。我们轻松地闭起来。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在面前的画面，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线进来。这个就是微展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懂得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当我们轻轻柔柔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整个脸上的肌肉也会跟着放轻松。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。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。大家一整天可能要忙东忙西，现在我们就给身心休息一下。现在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轻松、舒服的坐姿来打坐。单盘、散盘、桌椅子都可以。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，不容易酸痹、麻痛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先以轻松、失败的感觉为主，我们先不管桌子好不好看，庄不庄严，我们现在失败失败的坐。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，哪里有出现疼痛、麻痹的感觉，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，没有关系。或者喜欢桌子也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
现在我们扫描一遍就可以了。哪里紧绷？哪里不舒服？我们现在就调整，把它放轻松。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调整身体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很清楚身体的放松会对我们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放轻松的话，我们的心就会来执着我们身体的酸痛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慢慢观察，慢慢调整。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整个头部放轻松，颈部、两侧肩膀、我们的手部、胸部、腹部、背部、腰部、脚部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，现在完全都放轻松，放轻松啊！如果我们感到放轻松的话，它就会像我们本来正在穿着很重的服装。当我们把那个重重的服装脱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轻松、สบาย。如果我们调整身体，调得恰到好处的话，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融化，跟周遭的环境融合，成为一体，感到轻松、สบาย。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住在一个宽广的地方，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，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。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，所以
不会有人来干扰，我们感觉自由自在。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负担、一切的关爱，全部都放下来了。什么负担，什么任务，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忘掉了。我们现在都没有去想到过去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，去想它也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们现在也没有想到未来，因为它还没有来。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，我们先不想过去，没有担心未来，只有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做，在这个空旷宽广的地方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。然后我们可以感觉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，也就像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，现在都没有任何内脏、肾脏、肝脏等等，内脏都没有，都是空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，身体的中央点位置差不多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。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，现在到达了让我们的心能够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慢慢接引我们的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。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身体中央点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很轻很柔，也就好比我们看到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，轻轻地碰触水面上，感觉是很轻很柔，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，感觉好像我们的心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在这里
可以完全放轻松，在这里，我们感觉自由自在，感觉很安全，没有什么烦恼来干扰我们。现在身体放松，心中放下，心就宁静，定在身体中央点那里，心越静越定，舒服感越来越增加，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扩张、扩大，让我们感到轻松、สบาย。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了，感觉能够这样宁静，这样休息，我们的心就感到心满意足了，轻轻松松，舒舒服服的。我们现在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，静定无他。现在就让心能够宁静，定在身体的中央点，สบาย的住，轻松舒服的住，我们感到很满足。轻松สบาย。那么现在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。
宁静，轻松，舒服。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些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，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，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那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宝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只交善友，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、长寿，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、每一尊辟支佛、每一尊阿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、有龙普祖师、龙后的摩诃有法圣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。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，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ลปัตตาปเจกานัญจ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า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ญจ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
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โตเตชิงตาเจียอีจุ้ยฟ้าสีตสินผู้เสียงสวยสี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ุ大家晚上好，有听到声音吗？哦，沙土。首先，龙碧要自我介绍一下，龙碧是 B 的法号是法成师父，或者可以称呼龙碧 No。今天龙碧要跟大家分享，今天是五月十一日。剩下四天要到了维萨卡布萨，那就是卫塞节。卫塞节的那一天是佛陀有出生成道涅槃的那一天。2500年以前，佛陀呢有教导我们要多多静坐，好像大家今天呢有现在有30个人了，来跟龙聘涅或者法身师父每天呢9点开始静坐到9点半，然后有10分钟。给龙屁练习讲中文。龙屁已经在台湾差不多7年了，很少有机会讲中文。今天大家要听听一下。今天龙屁要讲的是有一位龙补啊，龙补是。他是在森林里的龙补，但是龙婆呢，法身法师呢，还年轻的时候，法身法师他喜欢去在泰国呢，全部的有比较高的地方，在山上。龙婆就去，是因为要找地方适合静坐。有一天呢，龙婆去北部泰国的北部是清迈那边，然后遇到一个爷爷。那个爷爷呢，年轻的时候他有出家，然后有头陀行过。跟朋友了，跟三个朋友，加他的都是4个出家人，要头陀行，是因为了他自己跟朋友觉得修行比较高手的师父或者比丘，大部分都是在森林里，很深很深的森林里。龙婆遇到的时候，他也告诉他的故事给法圣师父听。有一天呢，他跟3个朋友想去找龙补崩婆。龙补崩婆那个是住在菩提树下有一栋的祖师，
龙浦澎波呢，它在喜马拉雅山，那边的附近，那边附近的喜马拉雅山，然后它从泰国北部走那个头陀行呢，经过缅甸，经过不丹，经过印尼，四个人呢，四个比丘呢，已经有协议，如果头陀行的时候呢，如果有谁呢，去世，可以让朋友可以要给朋友帮忙，少用火烧身体以后，要拿那个骨头呢带给家人，如果没事就自己可以回来。然后呢，头陀行的时候要知道要做什么。第一呢，要让给自己身口意清净的身口意。当头陀行的时候，一边走路一边也是静坐，让心静下来。头陀行的时候有进入比较深的森林呢，有的时候呢没有食物吃，有的时候呢碰遇到缅甸人，他们可以供养，有的时候会吃得饱，有时候吃得不饱，有时候没有东西吃，可以吃那个什么叶子，或者看到呢水果水果叫在森林里呢，要看到如果有什么呢野生动物吃，他们也会吃，如果野生动物不能吃，他们也不会吃，是因为吃的时候会生病或者死掉。在头陀行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生病了，然后就去世了。本来是四个人，现在剩下有三个人了，三个比丘了。但是他们呢，没有放下，要继续走要找那个龙浦澎波，或者住在菩提树洞的祖师。然后走有个遇到那个日食呢，在那边也有林间修行者或者隐士，有很多，有的时候是他们穿的白色，或者穿那个树皮的都有。然后问路呢，他们就说就走去那边，走去那边就到了那个菩提树洞。终于走着走着就遇到了龙浦澎波，那菩提树下的洞呢很大，人可以坐着60到70个人。到那边呢，三位出家人呢，三位比丘呢，很开心遇到了龙浦澎波呢。龙浦澎波他的身体很高，
那个爷爷呢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跟龙婆讲呢，他站的时候呢，是他的头呢是一半的，一半。龙普崩坡呢，就他的袈裟呢，他的袈裟的颜色是好像我们穿的一样，到那边呢，有很多出家人，有很多比丘，比如。有泰国有3位，刚刚做到的，还有柬埔寨的比丘、越南的比丘、寮国的比丘、缅甸的比丘、印度的都有，有很多国家的比丘在那边学静坐修行。当到了那边呢，龙普通坡呢，住在菩提树下的大洞呢，他不让别的比丘呢去托钵，他呢自己一个人去托钵，然后分那个。食物呢，给每一位比丘坐在那边，每天都是吃得够。早上的时候呢，他去托钵啊，回来的时候如果有比较辣的菜，好像是龙普去缅甸托钵。如果有哪一天味道比较淡的，有可能去中国托钵。如果拿来的食物是有一点油的，可能去印度托钵。回来了之后呢，可以分给每一个比丘。在那边，如果分了还剩下，还可以，给动物呢，小小的动物。当他们诵经的时候，每天有念经吗？有念早课或者晚课？每个国家都念。自己每天念的经，比如在泰国就念，每天念的经，用巴利文念的，在寮国、柬埔寨或者其他的国家都念各有各念的经，念完经呢就。先，发慈悲心，发慈悲心完了，再静坐，再静坐。这个静坐的方法呢，住在菩提树下，洞的祖师，他要教呢，他说，静坐呢不难，静坐呢不难。然后他说是要我们要身口意的精进，然后要做精进的身口意，然后他说呢，静坐呢有7个点或者7个处，第1到第7，最重要的是。那个是从肚脐提高2个手指，然后在那边呢，还有佛像，
到这里呢，龙婆听到这里，龙婆很开心。为什么很开心呢？是因为，住在菩提树下洞的祖师跟我们的龙普祖师呢，教法的是一样。到这里，大家想到了吗？是因为我们呢，在家里每天有静坐，不要去找祖师在森林里很深很深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方法呢是一样。我们在家里，现在呢每天9点到9点半，晚上的时间跟法身师父静坐，没有危险的。如果你进到森林里的时候呢，刚才龙屁有讲。去的时候的4个师父，4个比丘，回来的时候呢，有3位师父，是因为有一位师父是去世了，死了，那个是很危险，有病死啊，还有动物啊，大的动物呢可以伤害出家人都有。现在呢，如果我们每天有静坐，放在让心静静在我们的身体中央第七处或者第七点都一样。好，今天的必要讲到这啊，要跟随喜大家的功德，洒脱。